大家好，我是许志伟，我是草屯志光数位学院的学员。我今年考取劳工行政的普考，我要向大家推荐志光数位学院。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数位学习可以自主安排时间，让上课更具弹性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立即暂停，可以马上上网查资料，这样子也不会错失学习的时间。再加上这边的导师服务亲切，而同学的互动更是热络，这样子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更有效的解决。这里的环境舒适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放松，更认真的学习，是个可以好好学习的地方。